金善面慈护生命好，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，珍爱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233页，因为有无明，那就会造业，因为造业，所以有各种不一样的现象。所以来，大家念一遍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一，来，苦乐必然和自己的善恶业有关，业是指自己的心念，自己内心的意图。随顺内心所萌生的恶念，就是把自己关到监狱里面；随顺内心所萌生的善念，就是开启就近安乐之门。啊，所以我想各位，业来了，那我们要接受它，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嘛。
但是这个业的动机当初就是一个念头，念头。所以我们越怕恶业的人，我们就不要再起恶的念头。所以各位，这不要紧，这世间法，像我看到很多人遭受恶业，那就给他供。而且最近在帮一个老人啊，经常回向给他，因为干枯就顾啊，别登亏，别登亏啊，来发挥功德，回向老病苦老人，放下执着，业障消除，消冤解结，无有障碍，得生净土。嗡啊吽啊，因为他卡在那边了，所以王清这次我会帮你耍，可以忏悔啊，可以化解啊。但是因为他老了，但是你若有机会拄着里面种的人啊，佛菩萨的加持，给了世界快乐的，会听专念专念啊，不但专念，你讲了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来加持。所以了解业来自于心态啊，所以咱就爱随顺内心所萌生的恶念啊，你个感慨啊。如果能够随顺内心所萌生的善念，一个快乐啊，这就是了解业的原理。第二，真正了解佛陀有关业的教法，便能够从无始以来的沉睡、生死流转、绵延不断的苦、不由自主的生命觉醒过来。所以轮回是痛苦，轮回来自业啊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咱们来个做恶业吧。咱来觉醒，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想的啊？不然呢，一直生死轮回，叫做你困感患，生死轮回绵延不断。所以佛陀要我们去思维，思维，那咱就来开始了解空性，了解诸比的念头。第三，舍弃了恶业，我们就有自由舍弃苦。舍弃了恶业，便得以超脱往昔的苦；净除了恶业，就是开放自己，接纳从现在到未来的安乐。所以，当然我讲这种业的道理，业的道理。所以各位要相信，那业障来了，就跟他忏悔。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。我给他忏悔，然后我跟他说法，我跟你抱歉，我现在出家啦，学佛啦，那我会给他写牌位。我点了起用马上都 OK 啊，敲动啊，那这个怨魂敲度了，那这个业也不可能马上了，那就经常想一下，就忏悔一下。但是它不会越来越严重，像我的腰是越来越不严重。哎呀，我以前是按摩，每天要贴腰部啊，以前打止痛剂，现在完全没有，现在不觉得自己，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一下，运动一下啊，别人是越来越严重，我是越来越轻，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啊，因为这个消业了。以前我的右腿啊，我根本不能跪，我那跪了，因为这个腰不好就伤害到腿，对不对？然后腿就一直酸痛麻，打刚都要得的气啊，现在就没什么感觉，除非是今天特别累，哎呀，特别累。所以当然凡事都有它的因缘条件。好，那各位这样了解，其实我是安尼啦。今天我看各位这么累了，我唔代表讲虾米，我就惊各位困起安尼安尼。啊，然后觉得下回不来了，没意思，跟你约会很无聊。啊，所以我这个人我都扁了，我个性我以前也是，好吧？人家跟我约会，我一定要创造一些笑话快乐给对方。我管你是哑巴有心，我的快乐在供啊。啊，这是我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尽量的给别人快乐。但是现在学佛了，这个心态也很好啊，想尽办法创造快乐给别人。好，各位再看一个转念，转念，那如何转念？请翻到160页。但是我希望各位回去啊，对头阿贝尔龙改框框非常重要，那么把真理跳过去啊！从我做谈心面，我看到一本经典，我到天亮我也把它看完啊！因为我觉得哇，这个太重要，特别我现在每天都在磨练佛法，别人把他的痛苦的事情告诉我，
那我就看佛法能够在哪里对他有帮助。当然我能力有限了，有时候我还要拜托一下湛严法师的弟弟啊，问一些打坐的，啊，你不给他查这些晚因是什么晚清这柱啊，啊，什么业力啊。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心念都要啊，心念转变，业力忏悔，冤亲债主超度，对不对？适当的调整，这样就可以改变。但是这个还是自力的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但是要怎么解决众生的事情。所以各位念一下，唯有成佛。所以我们怕病啊，我们现在都是在学习学习而已啦，磨念磨念，但是一定要心里放着，我一定要成佛，为了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啊，不离开菩提心，为了要成佛我应该如何，一定要保持在不被世间所染啊，不要造任何的恶业，保持在圆满的悲心，求诸佛菩萨加持，一定要改变。160页，一，只因不懂得转念的道理，痛苦的情绪或记忆才会造成困境。如果你不记得或不运用转念的方法，痛苦的情绪或记忆只会带来痛苦。所以各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赶紧来拜佛，转念转念啊！所以我想，就像咱去讲做念，而且看到往生者，等来，哎呦，拢去想到迄幕，那你要赶快转念，对不对？啊，赶快观想阿弥陀佛。当然不是一下子，但是很快很快转过去了。所以佛陀要我们整个佛教的修行就是转念，贪心来了没关系，转贪心可以变成一种智慧啊，贪心可以变为一种菩提心。所以当你贪心来了，你把贪心愿所有众生都能够满愿啊，所以那你要去转念，那这个贪其实几秒钟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不可能说没贪念，包括出家人，如果出家人连贪念都没有，他就不用出家了。为什么？他要有贪念才知道众生的苦，他要有贪念才知道从贪念里面来得到智慧。所以贪嗔痴，事实上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，那显然被给了谁改？因为在这个五浊恶世，你不可能不随着环境而起心动念，乃至业力。但是你要利用这些烦恼来转念，来修行。所以只是转念习惯，我不是说不会生气，不会起欲望。一秒钟转过去，对不对？感觉到了，感觉到自己要转念，也感觉到了，也同情对方，要这样来改变，那就佛法有这么多法门。第二，但是如果你懂得运用正确的工具，转念的工具，这些烦恼痛苦的问题出现的越来越多，反而你可以修得越来越多，转逆缘为道用。哇，所以文殊菩萨教我们呢，所有因缘都是最好的正空性的助缘。任何千百亿这万花筒，这个世间的五浊恶世像万花筒一样，你不要，你不能招你去依来对，跟他有分别，跟他产生一种对立或是爱染。但是你只是利用这大世间的千万变化来找到自己啊，所以在变化里面找到一个不变的自己，你要。这样，然后把这个不变又变成大悲心，免得让众生都能够超越这个痛苦。所以三，把整个生命和整个心契入佛法的心髓，确实是可能的。就各位要注意听哦，当下就可以。第一，每当你遭遇困境，思维我是在代表其他一切有情经历这个困境，与其让其他无数人经历它，不如由我自己独自承担，好让其他每个人都能够解除困境。哦，过一点来听我讲，哦，我那胃在疼吼，我希望全世界所有胃疼的艰苦吼，拢给我，因为胃疼足艰苦。啊，当你转这个念头迄阵呐，哇，希望伊拢卖艰苦，连你嘛不艰苦，因为你已经完全不排斥它，化为一体，化为一体就没有对立啊。疼个无疼，所以你一只手用足重诶，你刚刚按不平衡，啊，两只手推起来你就平衡了，啊，所以你要利用各种的境界，所以然后进一步你又了解，我这个感受是一个我执呢，是无明呢，所以
你还可以借这个机会来修行，所以你就不敢